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五灰豆颓坏的槟榔，元神分辨返乡好物谈6月27日一更活动攻略，究极深藏的热窝巨人清澈的崩破，顺便激用的电弧过载极化的传导，灰豆颓坏的槟榔刺激边谷的寒松，元神 4.7。好的，这边活动第五关最高难度，带上两个试用角色，然后剩下的两个位置带你自己的水元素角色，就后台的比如行秋啊、夜兰啊这一类的水元素角色，我们要在冻结的情况下去打败敌人。但是我们灵华右键冲刺出来之后，它的普通攻击和重击是有冰附魔的，所以我们不缺冰元素，我们缺水元素，能听得明白吧？然后这个角色没有必要完全照抄我的，我的角色是完全是给新手看的，是没有角色那些人给他们看的，好吧，来开始。行秋可以换成夜兰或者星海，开始挑战。芭芭拉来一技能平烟一下，然后林尼特开个大一技能，另行秋开个大一技能，直施成型断雨线满化。好的，然后灵华冲刺，然后开始开个大，这边记得中间打普通攻击，雪真堆，嘿，哼，吼，耶，耶，嘿，嗨，固华生命，嘿，哼，一点把戏，拆，耶，起舞吧，嘿，耶，哼。阴吹雪，哈，耶，拆，嘿，雪真堆，耶，嘿，夹，嘿，断。注意自己灵华冰附魔，最后一秒水掉了。哼，吼，哼，嘿，耶，知师成景，来点崩光，起舞吧，哼，哼。拿下，嘿，哼，吼，耶，耶，嘿，哈，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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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了，哼，和挂，雨线难化，变，惊喜，哼，神力流，双翼，彩雨流红。我会保护大家，雪纷飞，长子呀，长子，哦，下，失礼了，哼，嘿，呀，哼，好的，这一波搞定。